脸都还有点肿。谢谢。你们这个，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的腮红。哦，看看弹幕上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因为我今天不舒服，所以呢，我就专门请了主持人。义务的主持人。我把它调的美一点吗？现在已经很美了。不是，我这个刚刚调好的美颜，他们又都给我给弄得更夸张了。嗯。把这个眼睛拉低一点。大家都在夸你腮红好看耶。谢谢，我等会把它晕开来会更好看的。你要当着大家面表演把它晕开吗？嗯。因为比较那个，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就先给大家看一看。哇，哦，真的晕开了，那不然呢？晕开了，自然。谢谢。快速化妆法，能不能看出来我的强颜欢笑？我现在看这个屏幕都是有一点糊的。今天的穿搭是一件很可爱的小熊的衣服，然后呢也有一个很可爱的小熊陪着我。谢谢大家送我的信，我都已经看到了。嗯，我们有拍了几张，你先看，很多很多很多信，然后我后方还有两封，因为现在在从广州寄回来的路上。你讲的太轻了，他们是不是听不见？大家听得见吗？听得见我旁边的人说话吗？今天是一个很温馨的场合哦。都听得见。其实大家主要是想听你说话。好的。但是因为欣欣身体不太舒服。你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们来看看弹幕上有什么奇怪的问题。就像奇怪的腮红一样。有点小声。嗯。大家有在问你有没有吃到生日蛋糕？我其实，12点的时候呢，吃了人家送我的蛋糕，然后还有我自己，那个外卖点的蛋糕，然后就睡觉了。对，身体不舒服要多睡觉。今天我知道还是有很多人给我准备蛋糕的，我在等待。以后我们有专门的切蛋糕环节，大家不要太着急哦。然后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想问欣欣的，大家可以打在我们的弹幕上。吃饭了吗？今天就是喝了几杯那个热的汤，然后吃了一点好吃的面包。嗯。身体不舒服要多喝热水。你现在要喝水吗？我不喝。喝吧。对，我没有准备一下热水，温的。你看，谢谢。女孩子要多喝热水才能更漂亮哦。哎呦，好了。大家有嘱咐你让你不要熬夜，但是你昨天其实没有熬夜。没有熬夜，我在那个就是那个东北录节目的时候，每天早上都5点起来，然后晚上都睡得很早。嗯，有点累到了。哎，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滑雪技术现在怎么样了吗？不行，不能剧透。哇，但滑雪是不是很难？滑雪很难，有些人觉得难，有些人觉得简单。嗯。然后有粉丝问你有没有看到线下的活动，就是他们为你组织的庆生。看到了，就是很多很多的人祝我生日快乐的那个吗？嗯、看到啦。有人说喜欢主播的声音，谢谢谢谢，是不是很催眠？他们说让你吃饭，不要光喝水。我都吃好好吃了，您放心吧。嗯。
家都是在祝你生日快乐。其实如果我今天身体好一点的话，应该一开播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就开始大跳 remix， 然后那个房间里的灯光闪烁。对，但是今天身体不允许。对的，身体只能让你做。你这个有点 out 了吧？你不要放我的 remix 版本。你有 remix 版本吗？让大家听一下吧，来。来，我来放 remix 版本。我手机里有一。熟悉吗？我的音乐，你会跟着动作吗？我是不是不能给他们看我那个舞台上的视频的？嗯，其实也没什么不能看，但是我可以用我手机小小的播一小段给你们看哦，当做我今天的直播 KPI。不对啊，但没办法，但我的手机在你这儿。哦，那个在那个什么，你手机里有。差点忘记后面有远景的，没问题，要看要看，对的，都说要看，给你们看看，剧透我是怎么在舞台上撕裂的。我这得转，等一下哦，我找一下飞行模式，不是这个，是手机的，这个、我看看自己。你一说不是这个，大家就会知道你有很多个版本，有很多个，因为我在台上一直练，看看我第一次上舞台我超级紧张。还有这个。好，就我找到了，就这个就行了，不是这个，是这个。好，你看，真的有很多，真的很多版本，很多版本，都放出来。看得见吗？我的版本不对，那个看得见吗？可以看到一点点，很平凡。我就是不想给你们看很清楚，我怕万一被说了。酷不酷？酷不酷？好了，不给了，算了算了，再给你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吧。就这么点吗？再看要收费的。这是属于自己 Q 流程。对。好卑微啊，自己在那举着彩排的。明明今天此刻应该是在跳这个，对哦，就当完成了，就当完成了，就当你们已经看了演唱会了吧，鼓个掌吧，就当已经看完演唱会了。对，这个点本来应该是演唱会开始了，对，8点，七点半开始，那正好这个到你的环节了。没事没事，还有机会的啦。对啊，大家都让你发自拍 ，wink 一下，怎么办？我现在都觉得你放我的歌都不尴尬了，习惯了是吗？大家都还是在跨舞台。不是，你让人家很接受无能，刚刚还在看那个舞台，现在又要放距离的歌，人家就会觉得到底是谁。哎，我的那个药效好像起了一点了，好像没有那么痛了，更舒服一点了是吗？对的，看我的那个精神头也好一点了，主要是因为跟大家聊天你可能就开心一点。你也太官方了，这个。我看完弹幕，肚子就不痛了。我请的那个主持人怎么不那个呢？你怎么不干活呢？主持人想让你看一下大家的弹幕，就是现在大家都要夸你，因为昨天那个视频放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喜欢。我也很喜欢，不过那个呢，轻一点。
不过那个呢是就是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个练习视频，所以还没有拿出的100%呢。对，舞台上其实会更懒，因为害怕。不是都说练习100%，然后上台只能表现出70%什么60%了吗？但我觉得你好像是，就是一上台了以后，反倒更兴奋。现在说都没有用啊，反正也上不去。就吊个胃口，好吧。能不能描述一下那个？刚刚因为看了那个舞台嘛，然后只是看到你穿私服的样子，能不能描述一下舞台上面那个舞台装是什么样的？还蛮好奇的。你说今天本来的吗？本来今天的那个衣服。这能说吗？万一下次是，万一下次也是这件呢？大概就描述一下吧，就是用你超级美的衣服，真的很大概，是对，超级美，你好凶哦，全部都录得进去哦。今天的红色写真，对，在雪就是今天我们一共发了三组照片，18+19，嗯，然后还发了一个视频，嗯，今天的写真是当时在滑雪的场拍的吧？是的。是不是巨冷？超级冷，而且，但是唯一可惜的是那个树枝挡掉了很多阳光，所以就是很多照片都没有说最好的光线，但是也是出片效果还是很美的。我现在都是这样晕晕的跟你说话。那弹幕要发的再勤一点，它可能就会好一点。对的，还没有看到大家们激动的那个弹幕。大家呢？有激动吗？有激动了，开玩笑的，已经很激动了。秋丸子头教程不是已经教给大家了吗？我在丸子头发，对呀、啊，我在某平台上已经都教过了。跨年是这样的，本来呢，我是想说要不要去跨年舞台，但是本来一直都是说是为演唱会准备的，然后我希望还是比较有质量的舞台，然后如果连着的话，可能我的小心脏有点接受不了，我就把时间都空出来好好准备演唱会了。这样大家突然更遗憾了。没关系啊，但是如果不然的话就没有今天的直播了，是不是？嗯，这乐观第一名。嗯，发自拍，我们不是，如果我要往这边的话，我这个熊就露不出来了。真的很喜欢这个熊，没有，那这样就没有位置。他很喜欢这个可爱的熊，因为这个熊跟衣服。我看看我的手机。这样还比较完美。嗯，这样弹幕就不会挡脸了，这蝴蝶结刚好在头上。主要是要抱只小熊陪着它，跟我的衣服比较穿搭搭的比较配。嗯。哦，好多人在问你有没有吃蛋糕。我们今天真的很多蛋糕。今天很多蛋糕啊。我们看上蛋糕环节怎么样？真的别担心，上哪个蛋糕？哪一份？先来这个吧。好，先来这个。一个很有特色的。哎，我们先来那个吧，我就一个一个来。不，这那个上那个把那个啊，这我对，先来，咱们先来这个，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个蛋糕，超多蛋糕。好吧，上第一个蛋糕，生日快乐蛋糕。啊，这你们也太敷衍了，还不如我昨天外卖点了呢。但是这个浓浓的巧克力真的很好吃。那我这个蛋糕需不需要截屏，然后选一位观众，然后送给他们？怎么送呢？寄给他们。就是可以截一个，然后就当他吃过了。嗯，好吧，那我现在来啊。嗯，弹幕刷星星生日快乐，我来截图。3、2，哎，用你的手机截吧。对，不然我的外没了。嗯，我的截。你直接那什么？这是云送嘛？3、2、1，好，看看这第一位，恭喜这位 TIM-ZZ 得到这个巧克力蛋糕，我帮你吃了，我帮你吃一口好了，我存下来了，给我一个那个，拿个叉子，笑死，储存不够吗？给你，我弟弟，我帮你吃蛋糕。
然后我可以拿礼物，然后送给这个谁，然后礼物就我帮你收下。好主意。你要来第二个蛋糕吗？等着他吃一个蛋糕。Team 最最慢吃的蛋糕。哇，看起来很浓郁。嗯，嗯，好浓郁的巧克力味道哦。可惜他没吃到。嗯，真的很好吃，好甜哦。妈，吃到喝点水吗？喝点水，喝点水。来，喝点热水，温水漱一下。恭喜刚刚那位获奖的。T 什么来着？T 英杠英杠贼贼好，下一个蛋糕哦，先要介绍我的蛋糕是不是？对的。好，下一个，下一个蛋糕比较特别，当当当当。啊，这就是蛋糕吗？还是在里面？这里，你看，你看外面能吃吗？外面其实翻糖的。哇！这个是。来自超有趣滑雪大会送给我的，但是我们都没有官宣哎，他就这样子官就说了吗？可是大家都知道，但还没有正式的官宣哎。那你盖上吧，那你好不，好严谨，你们好不严谨，那我把这句话给抠了吧。这是某节目组送我的，我送我的蛋糕。好，我现在要就是抽一位，抽一位，这个有点大，抽三位吧。你帮他端一下。抽三位，没事，自己端着。抽三位送给你。哦，又有点胖啊我。好，又这些舌头都是绿的，是绿的现在。哈哈哈哈哈哈！不要不要，三二一。好，恭喜这位贩卖小鱼，今天几点睡？小狗星星，你今日哦，这个人不行，他没有打我的那个星星生日快乐。还有 MEIXX star 18星星生日快乐，恭喜这几位朋友们得到了这个某节目组送来的蛋糕。存着存着，怪不得我怎么觉得我怪怪的，原来是因为吃的这个嘴巴被染色了。这个，很像那个吃的那个冰激凌，绿舌头还大舌头。好，那我就帮你们吃尝一尝这个蛋糕是什么味道。这个真的饭糖。那你过来吃一口，你过来咬一口，我刚刚已经咬过了。你咬，真的吃，真的是饭糖。你骗人，不可能。怎么这么好骗啊！有人被骗了两次。真的吗？真的。我妆花了吗？没有。你们说悄悄话的声音好大。怎么了？没事，你吃没事。对你先，你先替这三个幸运的粉丝把蛋糕吃一下。很朴实。哎呦天哪，你吃的也很朴实。嗯，是栗子蛋糕哦，里面有浓浓的栗子口味，真的很不错。这是栗子。第一口喂给哪位？刚刚吃的。忘了。有，截图了。来，第一口是。这口是我帮贩卖小鱼吃的。这口是我帮。今天几点睡吃的？不是小狗星星吗？这口奶油是我帮小狗星星吃的。小狗星星，要不要先补？这一口是帮 MEIXX star 18吃的。谢谢大家。考虑到这个染色了，我们补一下吧。稍微补一下。你说舌头吗？对。我们放首歌给大家听，吧。突然间空了，那把他特邀嘉宾放上去。特邀嘉宾放。好，你
放哪？我把特邀嘉宾给他放这儿。你不要从这边来，对，这边。大家耐心的等一下，然后我们请特邀嘉宾。今天他叫小熊星星，他小熊星星。小熊星星，等一下，星星。也可以回答的。大家都沉浸在自从遇见你的歌声中，三七三七，对，大家都很想念三七，擦不掉，不用真的擦不掉，我不喝了，都从底下钻出来。大家都很想念三七，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想问我吗？对哦，还是我坐在这里忘记了，让大家忘记了我的身份，只想看着你。大家现在可能就是沉浸在抽奖的喜悦当中。对，因为我们还有第三个蛋糕。对，我们还有第三个蛋糕，第三个蛋糕，第三个最隆重的蛋糕，太隆重了，这个我真的要有请出他，要有请出他，然后可能需要两个人一起吧。这是超级厉害的蛋糕本尊，我今天看到照片，然后今天他现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是我的咚咚咚咚，这是小南花蛋糕。哇，真的是很大，小心。刚刚不是得把它打开了吗？小心，你们帮他打开一下。我们先帮你打开。能不能把这个镜头弄得远远一点，就可以放在地上。小熊熊的，这个时候还要照顾一下熊，毕竟是特邀嘉宾，要剪刀。来，别拿指甲扣，给他拿个剪刀。对，摆几个 pose 让大家截个图吧。是不是有点歪？哦，这样就正。挺好看的。嗯。挺好看的。小心，那个不行，那你要不然你拿到旁边去帮他拆一下。我来帮你拆一下。嗯，那把镜头再拉近。对。对。怕衣服皱了。可以吗？可以吧。这个头上要戴着这个蝴蝶结才行。好。哎，正好。小兰花什么时候来？我也不知道，这得问送给我蛋糕的人吧。问你现在有没有好一点，有觉得舒服一点吗？好多了。哇，这个感觉好像真的很难拆。这个，咱们抽取。你们小心一点，这个蛋糕，因为它那个。但这个可能这个蛋糕就是小兰花住的地方。对，其实应该拆下面，对，拆下面，这样就扒起来了。妈呀，这总能吃了吧？能，这得抽几个呀？这个不舍得吃，这个可以多抽几个。嗯，这个不能吃吧？我吃了感觉会有人明天肚子更疼了。他发消息骂我。这样吧，我们到时候介绍一下，具体介绍一下小兰花的家。可以。抽几个可以告诉他们可以住在小兰花的那个房间里面，假装住进去了，假装住进去了。我没有骗小孩儿，假装住进去了，假装住进去了，什么
什么话我刚刚都没有听懂。那我抽几个人假装在里面扮演过，跟我演过吧。给他们演什么？哇，你小心一点。哇，小心抬哦，小心抬。这个往后一点吗？对。也不用，它放在那个沙发上。OK 吗？小心小心，抬平衡一点。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歪了歪了。小心小心小心。快点快点，小心小心小心，护住护住。哇，跟我一模一样。现在这个配色，这个发型，我这里应该得再来一个揪才行。哦，他不是那个造型。哇，这是糖吗？你尝尝。这好像是纸。糖。那你尝尝，我不会再被骗了，是不是要再？这是糯米做的那种糖纸。哎，小心小心，这样能看得全吧？我拿，可以可以。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小兰花的家。可以可以，从下面还是从上面开始？哇塞，这就是小兰花的家。多余的其他的我也不敢说，怕剧透是吗？是的，反正这就是，这是你们考到我了。这个好像是司命店吧，因为我这个人呢记性不太好，可能有一点忘记了。这里有几个房间，我们可以抽几个房间？抽几个人？对，这个这里有哦，我知道，这里有一间房间，然后这里有一间房间。哦，这里是有一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大厅，没有，哎呦，没有卧室的，好像，没下面也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地铺。哦，这里有一间卧，哎呦，这里一间卧室，这里两间卧室，然后呢，一间卧室两张床，标间，那个抽四位朋友住进来，好的，给我，大家已经开始发星星快乐。好，我要抽，从现在才开始算啊！就大家都很守规矩，这次，好的，因为知道你上次排除了一个。三，接下来四位朋友将得到住进司命店的机会。三、二、一，截图。恭喜这位药师炸鱼头，还有。奶鱼酥脆陈心韵我健忘这四位朋友可以得到和小兰花共住司命店的机会哦。恭喜恭喜。这么大房子就四个人住呀、啊、掉了一片叶子，应该是可以吃的。嗯，那好吧，我尝尝看。真的可以吃，可以吃对吧？糖吧，你看糖。这个是命布哎，我吃了一片命布。生日嘛，过生日。好的。可以吃一片。好的。大家说想听你学鹅叫，我也看到了。不要。今天是过生日的淑女，要美美的。对的。我差点说，以为你说今天过生日，要不就唱一下，学一下。我还想说，是我过生日。过生日就要来点特别的。这是今天唯一有，就是和大家直播是今天唯一生日比较有仪式感的事情，不然我已经睡到我都忘记过生日了。嗯，主要是不舒服。嗯，这可以拿走了吗？可以。我想看我的大头。很怕弄到他，嗯，保护好，保护好他，保护好，小心哦。给你送过去。恭喜四位入住的朋友，住得开心哦，住得开心哦，欢迎光临哦。哎，小心。好的。大家都在 Q 你拍飘雪变装，你有看到吗？一个眼神杀过来。变装很麻烦，对不对？可是我拍了飘雪大片啊。嗯，也是变装了，都穿的那么好看的风裙子。
大家对今天的发的红，就是雪中红红色裙子的那一套生日写真有什么想法吗？来看看大家，我把磨皮拉到了最最远，18公分，感觉更嫩一点，漂亮。就是问那天冷不冷？对，他一定就觉得你感冒。我刚刚说过了，超级冷。然后呢，你们都穿着秋裤，但都没有拍出来。我看到一个评论，巨好笑，说星星赶紧从地上起来，不能躺在雪地里。果郡王就是这样落下的冰根儿。我都接受无能，你们这些笑话。我刚刚看到了，有朋友问我有没有 live 图，是有 live 图的，但是我的微博发不下了。18公分。嗯。星星觉得微博这个要有多少个那个 live 图的宫格？现在是19，原来从9宫格嘛，变成18宫格。我觉得至少30宫格，因为一个月有30天，至少有30宫格。不错，我们跟微博提一下这个意见。微博的、okay、微博的好朋友们。30宫格哦，30宫格哦。31天的时候呢？不是，我是会在一天中发30宫格，这个一看就不认真看我微博的。我是一天发30宫格，所以不是一天发1宫格。翻译真的有这个功能了，你这个。你这个 flag， 我会的啊，就是我一次照片发三十张，也有可能一次发15张。好，微博这个功能上线的第一天，咱们就发30公格。好的。大家好像都在跟你约定。然后我们今天我化了个很淡的素的妆，但大家很喜欢你淡妆哦。真的吗？是大家喜欢淡妆吗？你们在说什么？因为我们随机抽了两封信，可以让你看一下、哦、因为是粉丝写给你的信、看一下信吧。因为信现在在从广州运回来的路上，所以我们拍了两张。哇，我有400多万观看，就是我这么小清新的直播。我们挑选了2封。现在是在看信是吗？是的，本来超级感动，一看把我这次过生日的年龄给写上去，就有点我才18岁，你们到底会不会写？下一封呢？下一封往后。他说可不是18岁，人才只有3岁。3岁不行，3岁未成年。看完了，不说你。你这眼睛红红的吗？他们说有一点点。我们抓紧最后的机会，让对我们替很多粉丝，因为粉丝大家可能看到你就会光顾着祝你生日快乐，也没有提问。我们收集了几个问题。我有。第一个是，因为初里的播出嘛，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喜欢。然后咱们也来聊一聊，就是因为初里的拍摄过后，我们又拍了2部戏嘛，就是前后有什么心情的上面的不同吗？
因为处理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嗯，心情的不同，说每一部戏的心情好像都还好，主要就是处理会比较稍微比较累。然后呢，虞美人呢，她就是很轻松很快乐。然后处理，好官方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答。对，但是因为确实是处理是最忙的时候，然后行程和拍戏很多。可能我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就是说拍戏的时候我的心态，我都去关注这个戏的本身是怎么样去演的，没有怎么去想我自己本人是怎么样的呀。嗯，就会当时的感受就会觉得处理的时候累一点忙一点，小兰花的时候心比较痛一点。然后小兰花很虐对吗？也还好吧，不告诉他们是吗？告诉你们哦。然后那个虞美人的话就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漂漂亮亮也搞事业。嗯，虞美人的身份现在还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他们对吗？只要看了剧情简介的话应该都知道。那就让他们等到剧播出的时候一解详情。对的。然后小森林的时候，两个人小森林在真的是在山里面拍了一段时间嘛，然后也看到咱们的花絮视频里面有跟小鸭子小蜻蜓狗狗都有互动，是不是就是爱上大自然的感觉？一直很爱大自然，但是呢会因为通过拍小森林爱上了昆虫这个类别。好，红蜻蜓。对，然后今年生日，哎，生日还没许愿呢。我现在许愿，不是等会要出那个切蛋糕还切吗？蛋糕都被我吃了，都被你吃掉。好的，蛋糕是你，你忘了吗？蛋糕 是你请大家吃，你请大家吃了呀。那我来许个愿吧。你有三个愿望，可以许一下。可是我今天十二点已经许了，再许吗？再许太贪心。那个是就是跟朋友一起过生日的时候许的心愿。这个是跟粉丝一起过生日时候许的心愿。好的。好了。好，我们就不问愿望是什么了，就放在心里。问了我也不会说的。对，因为说了就不灵了。我们再看看弹幕，最后跟大家告个别吧。其实我们直播也已经快40分钟了。好的，要跟大家告别喽。嗯，时间过得好快呀。时间过得好快呀。我上面提前摸。大家在问你什么时候可以再直播。大概明年。明年生日吗？等我的综艺播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就可以那个。毕竟那时候就会有你们有更多东西想要问我，然后我有更多的话可以回答你们嘛。嗯，还有就是还有什么时候啊？还有等小兰花和虞美人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戏播的时候跟大家那个。嗯，来喽。这什么歌啊？我觉得大家如果知道这首歌的歌词也可以打出来给他。希望在直播前的各位的跟我们一起唱吧。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我一点都不尴尬。生日快乐，又跟上次一样，大家会不会开始迅速退出直播间不让你走？又跟上次一样，五个人拼一个手机看，你看真的迅速在调人哎，完了，他们不想让你下门，一定有人用我这个想法的，五个人拼一个手机看，立刻下，快到。
来久了，真的在长。为你盛开，你很在。希望明年我也是一直这么开心。生日快乐！明年身体好一点。还没到，还没到，还差六万，还差五万。我们真的很像卖货，是不是？最后一万啦！最后一万啦！为你盛开。